早安，大家早，大家都很准时呢吼，妆都化好了吼，必须的，最后一集，必须的。今天是我们 Let's Play Game 拍摄的最后一集，希望这一集乔大可以让大家哭出来。聪聪，你的滤镜一定要这么重吗？我只是戴了一个眼镜。你素颜是不是？你还没上粉底对不对？像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家里，一定有人有困惑说，那我跟妹妹、跟老吴、跟室友不是在同一个家吗？没错，但是我们各自在自己的房间。老吴在厨房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是洗晒衣场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在等导演给我们指示，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。导演只跟我们说，早上八点准备在家里视讯，然后听从下一步的指示。所以我们有请乔大出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早安。嗨，早安。最后一集了，不知道经过五集之后，导演的中文有没有进步？大家先在家里，我们一起有来玩一个视讯的游戏。所以等一下我会去正式开始了。第一关就是我会跟大家用视讯玩一些游戏，那我会出一些题目，那大家就跟着做。那这边就是大家分队的关卡。现在有分队了，好逼人哦，一大早的。对啊，然后你们是层出不穷的创意耶。玩法就是我会问各种题目，最后最高分的那四位就是黄队，最低分那四位就是白队，这样。题目差距要这么大？又来，每一集的分数都是第一个人就是一分，有一些是淘汰制，有一些那每一个题目我都会说明一下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咯。好，我们要准备什么吗？这么快吗？等一下。第一题，请在家里拿出粉红色的东西，面对镜头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不是，我刚刚的杯子，我的杯子是粉红色的。第一名的是虫虫，跟小粉虹。可恶！我先跟大家说，哎，太好了，这个是按摩脸。反了，我这都厨房。哇塞！第二题，请拿出一双筷子。好，恭喜老吴跟小粉红。是我家里的，我的老吴地理优势哎，真的啊，厨房的太好了吧，好过分，我东西全部掉下来了啦。好，再来咯。请上半身穿上任何黑色的衣服，并左手插着右边鼻孔三角站。再说一次。上半身穿上任何黑色衣服。然后嘞？然后左手插着右边鼻孔并单脚站。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单脚站。我有了吧？怎么办？要怎么给你看单脚站？哎、欸，有看到吗？吴先，看我，我有哦。我有。天哪，毕业人！天哪，好累哦。不是我，差点被镜头前面拖住。哎，因为我是老吴。第二名是 Ariel。可恶！好紧张哦，这个游戏。是我愿意吗？就是我会给你们看个影片，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人的嘴巴唱歌。那你们看完之后想到答案就写在你们的纸上，然后给镜头看。你们要看我家现在变怎样吗？你看我的公仔。哇！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刚撞到那个，然后整个全部倒下来。好悲惨哦！好看吧。我知道是哪一首歌，可是我不知道歌名哎。你可以讲出来。那你讲出来给我们听看看。没有，先不讲，先不讲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不行哎、欸。我毫无头绪，感觉我刚刚在讲。好，闭嘴。啊，好难哦、喔，这我完全没有头绪耶。怎么啦？二一，亮答案。水星记。对，好，全错。全错。答案是周杰伦的《杜香》。杜香。啊，稻香还是稻香吧？是周杰伦的稻香。导演经过了半年，你中文还是没有进步、哦。周杰伦的杜香。杜香。
接下来跟大家再玩一个叫做乔大说。那所以我会给你们一些指令，但是只有说到乔大说你才可以做，如果我没说到乔大说你就做了就淘汰，最后淘汰的四位就有得分。好，那乔大说举起你的右手，举起你的左手。那我要放下吗？阿勋，已经开始了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好，小粉红淘汰，弟弟淘汰。为什么小粉红连举都没举？拜拜。Avio， 你是不是换了手了？对，他换手。淘汰，淘汰。你换了手了，你换了手。有吗？淘汰。有啦。淘汰耶！ Yeah! 小粉红，我就是想跟你一组。可惜，小大说，请大家闭上眼睛。那手还要我就淘汰啦。你淘汰了，你要玩什么？乔大说：“放下你的右手。”好，大家先打开眼睛。好，好，老吴淘汰。老吴淘汰，我看到了。你有默默的看眼睛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游戏我搞到线了。所以三位有分，这是局结束。肚子粉红跟室友有分，真的结束了。用家里的东西回答问题，最快的两位有一分。又来，所以我会问你问题，但是你要找家里的东西拿出来对着镜头。照彩虹的顺序的第四种颜色是什么颜色？什么东西？这个。老吴跟 Ariel 最快。谢谢。我把我的床都掀开了。请问你家有什么人吃的？韩国是不是说来厨房？好，老吴跟小粉红。室友一定很难玩，因为他房间都收得太干净了。我现在这个房间好焦虑哦。请拿出一样你不用碰它也会发出声音的东西。What？ 发出声音？什么意思啊？虫虫，这什么？电风扇那个冷气。室友跟虫虫最快，其他人的逻辑都对的。好，请问绿色是什么颜色组成的？蓝黄色。死定，我不会。蓝黄。老吴跟室友。耶、所以呢是什么？黄色跟蓝色。一讲完题目，弟弟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大家先休息个三分钟，你们可以边聊边。这是题目吗？这是题目吗？三分钟，真的，赶快休息，先休息成第一名，快躺着。我终于可以来清理我的公仔了。我第二名沮丧了。好，真的啦，我一下都湿了。我以为他们会一早，然后就接我们，然后就开始一整天的贵妇行程，就是最后一集就放过我。想太多，你真的想太多，你真的想太多。你说带我们去新一区 shopping 哦？对，然后带我们去按摩一整天这样。一人发一张卡这样子，随你刷。你真的是想太多了哎！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创意哎。很有啊。如果他玩那个上次我们去花莲玩的那个游戏，上车游戏。对对对。你们会玩到崩溃，然后我已经紧张到胃酸都出来了。我还在厨房啊，因为才了三分钟啊。闪美美，你的麦克风关掉了。难怪我刚刚讲话你们都不理我。不是，有一个人一直在修，唐老鸭还在修。这唐老鸭坏掉了啦。坏掉了。好大一个。脑裂开了。脑裂开了。分队的结果已经出来，首先。黄队的是老吴、室友、虫虫、小粉红。哇哇！他们那队太强了吧！而你有我啊。剩下另外一队是 Ariel、Shine、弟弟、肚子。没有。小粉红，我是不是只有第一集跟你在一队过啊？我要重新分队。我只有一次跟小粉红在同一队。各位，请听我说，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。准备好对梯，那所以你可以下楼去找你的那个那一位工作人员去拿了。下楼，对，他已经在下楼等你了。那我等下带着吗？楼下门口接，东西要带着吗？是要带着吗？没有，你就是经费有这么足。你就乖乖拉倒。去接上去了吧？现在是干嘛？我要绑架你。你就乖乖拉倒。这什么对梯？
早安。干嘛？我不要在心里。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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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配合。干嘛？请配合。他要绑架你。什么事情啊？好，走吧。哦。谁呀？里面，你的那个谜底在里面。我好顺手哦，我东西都没拿哎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你现在已经是人质了。我现在是人质。对，你可以关视讯了。好呀，感觉好臭。哎，你现在要放假？真的假的？走了走了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要发路哎，你在很慢，我在很慢。嗨，是。东西哎，你们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把你装进去，是不是？装进去。装进去。我要绑架你，你要让我装进去。啊？为什么？白痴啊！东西要拿吗？不要了。你先走，来往前，走吧。我什么都没拿。我这次被交代一个任务，就是来绑架你们，所以走吧。我什么都没拿，我连门都没有锁。直直走，直直走，直直走。你们现在是人质。我们是人质，总之不用问那么多，你们现在是人质。我真的傻眼，导演好凶哦，好凶好凶。我印象不是导演了。可以，请问可以让人质穿衣服吗？我们邻居会报警吧？这个很遮阳，现在抗 UV。那你要今天一整天就这样啊？那等下带我去哪啦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那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穿睡衣，我可以先换个衣服吗？没关系，因为毕竟这件衣服有点贴，然后头发有点丑，也没抓。好，我会给你眼罩，给我戴上。有犯人要求人质自己戴眼罩的吗？有这样的吗？啊，我们就被虐，绑架人手不足，摇头。等一下，好，我可不这里吗？慢慢摸，慢慢摸进去。摸我在这里，我摸你，我干嘛？没有，慢慢摸车，慢慢进去。你摁过来，摁，老吴要去后座。今天也太神秘了吧，从头到尾都很神秘耶。我会觉得这样子很开心。真的，你们到底计划想多久？我们想很久，因为我们想绑架很久。我真的以为我会一路尊龙到底。我早上真的还是差点想说，这样最后一集肯定是不会再叫我跑跑跳跳，不然我要穿一双靴子。几位就可以稍微补眠一下。这东北人好好啊。我会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车很大，对啊，爽不爽？空间给你遇到好绑匪啊！谢谢绑匪，谢谢谢谢，感恩。到底要去哪啦？小心小台阶啊！弟弟是你吗？哎、欸、嘿，在哪里？我现在在一个破袋里。到底要去哪啦？不行！哎、欸，你们已经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完全看不到你们。等一下。谁？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你们在哪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 ！Oh my god！ 不要撞我的脚！是你的脚？不是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那我现在穿睡衣，我可以换一下衣服吗？好，你等下在路上换。好 ，Yes。大家看得到我吗？我们现在已经。有吗？大家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看不到啊。对，我觉得很刺激。恐怖哎、欸，这种被蒙起来的感觉真刺激。该不会一打开是田馥甄吧？该不会吧 ？Oh my god！ 看完 Ella 秀，然后来参加我们节目。很饿哎、欸，我没吃哎、欸，我是很想尿尿。反正要钱没有，要命四条啦。可能是一个山路的感觉。你到达？还有梁体温。不好意思，睡觉吗？不是，我们现在是被绑架来的。绑匪下车讲电话，冷气也不开给我们。好省的绑匪，反正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钱的、啊。哦，开窗户，谢谢绑匪开窗户给我们，谢谢。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啦，脱衣服随便你们啦。哦，我真的告诉没有，真的是没有。怎么玩都可以。笑到，把它丢路边，快点。来啦，手快靠起来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小朋友们，为什么那么多小孩的声音？你们该不会集合一整个国小的小朋友来跟我们玩吧？谁？是谁？彤彤，你先出来吧。在哪里？谁？你先出来。谁摸我？干嘛？是哪？有、欸、我怕我出去了。哎、欸，好挤哦。我害怕哦。我们旁边有路人吗？没有。什么旁边没人？我听到全部都是人，哪里没人？谁啊？
不是啊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让你吹到口水了，你不要口水。还是眼罩一打开会有什么巨星在我们面前？我快点了，对，太快了。看着你们，看着你们，现在等的很好笑。对，我们现在就看着你们这群愚民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右手举起来。你要吵大声吗？你要干嘛？其实我们也看不到你们有没有举。很贱呢。谢谢，给你手伸出来。好好吃哦！为什么没有吃到？哪里？谢谢。好吃哦！哎，真的哎！哎，是甜点。是旺旺仙贝吗？哎，我猜。蜜汁豆干。不是啦，蜜饯。你一点会吃不出来。我吃不出。为什么我没有？我吃到酥酥的，你们嘞？甜甜的，有一点脆。你该不会就是要我们吃东西吧？他们那组为什么跟我们都不一样？我甜甜的。哎，小宝你有，我就有狗狗的感觉。你吃了？我什么没有？为什么你们有东西吃啊？为什么我们两个没有？你手往前伸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刚有没有？没有，有人打我。好，各位，来，我们人齐了，我们就有移动喽。导红先起来。好的。不打开吗？不打开。为什么你不要眼罩？因为他说妆。因为会入到我的妆。谁眼妆不会花掉？有一个臭吧。乱说的。来，往右边挥手。往右边。哎。左边。哎。小朋友不会觉得我们荒谬吗？小朋友。Hello。来，往右边挥手。嗨。我们都没人。嗨。Hello。你怎么国小的？叫拜拜，妹妹，妹妹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你有到我前面吗？等一下，老吴不见了，什么意思？你过来，姐，老吴，姐，你在哪里？姐，我们被分开了，好恐怖啊！不要伸出来，你就伸出来，人家女生哎，我也是女生哎，她锁很紧哎，对啊，好紧哦，好紧，男生的，你是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干嘛呀？有被抓走了，两个选呢？他们两个都不见了啊？啊？我们四个相依为命，快点！我们抓紧，抓紧，谁也不能少。困秀，哎，是谁？你是谁？耿豪，我们都被绑起来了。哎，好扯哦，这一次的节目好扯哦。我觉得蜘蛛侠我整个累爆了。等一下，有工作人员在旁边吗？不知道。还是我们立刻伸手然后打他一下。伸出手打。哎！谁？肚子被带走了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没有人要救他啊？杨川有链子是不是？小心我啊！干嘛啦？你直接踹啊！你要走了吗？你要走了吗？没事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为什么？我就问为什么最后是剩你？为什么最？
最后是上帝放了一男一女。为什么？我跟你。为什么？你说亚当跟夏娃的？对，在冰岛的时候。走开了，你带走好了。谁在里面？我现在被吊在半空中。哇！你们真的玩很大哎、欸，真的。原来乔大的内心是这样子。你要唱我们 DC 吧？他点我的肩膀，我回去回放，看是哪一个工作人员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啊，我才，是人吗？对，是脚、欸。你还不敢动，你要假装是桌子。我想看哦，影片已经很好笑。我摸到他，他还假装摸不到、啊，好可怕、哦。我好像听到有人来了。你甩，你开始往旁边。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真的甩了。我家来坐，我家双脚被倒吊着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现在就尖叫，吓死虫虫。怎么在吵什么？哎，我被绑住了，好紧哦。你们是被绑脚吗？我是被倒吊在空中啊。啊？你的网好凶哦。我的脚哎。哇！那你等一下，那你等一下也会被拉起来，把我吊起来。好痒哦！好痒、哦！好敏感哦你！他们去哪里？你是谁啊？啊，很痒！对，他们在半空中旋转。你们都会掉下来吗？哎、欸，我等下，现在我们这个空间只有我们四个人。对。啊，妹妹呢？她好像在另外一边。为什么是我们四個？有紧张到一直流手汗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玩过绑脚的。我不想知道，欸、肚子呀、欸，肚子，我觉得我被黏的是上次你玩电池的那个。哎呀，那很好玩哦。你们可以尝试看看我上次的感受。好棒哦，好棒，好棒哦，你有开心到走音？好棒啊！可以让我知道真的有多恐怖啊！各位，我们是正义的国际吸血鬼对抗组织。吸血鬼。然后嘞，今天为什么要帮你们来这里？因为我们要一起对抗吸血鬼，所以我们是好人。吸血鬼，那但是我们需要确保你们的能力是足够的。好，那现在你们可以打开自己的眼罩。哇，终于可以打开了！哇哇哇，是一个房间。我们是那个房间。哇，原来这个空间那么舒服、啊。我刚以为是一个帐篷哎、欸。我以为是仓库。现在状况是这样的，你们手上、脚上都会各自有一些绑住，阻止你们的行动。你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解掉那个锁之后，你们要出去这个房间，去另外一个房间去救下人。快点！是你们为什么敢站起来啊？我没有，坐下。不要！居然有人对我这样讲说话。好，那就开始哦。这边有这个。等一下。锁是这个东西吗？哎、欸，看到他们背后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会不会一样？你们看到你们两个脸上贴的东西吗？嗯，我们要正式充电。哇，好棒哦！耶耶，好棒！那我要救他们吗？有感觉，好恐怖哦！我往前贴一点，因为它会掉，你等我一下。听起来。啊！哇！如果你们真的卡住了，想要提示，请点我。但是我会等条件。我就是要用爱的小鞭打你们一下，好变态，不是我变这个，我根本不敢动，是不是真的很痛？不是，没有，你要解你的锁。哎、欸，这是道具吗？还是你拿来的？不是，这是道具，好酸呐、喔，好烦哦、喔。这个也是道具，这样应该折起来对起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要怎么把它对起来？哎、欸，我们被电，你帮现在帮我们解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麻烦。哎呦，好巧，电流很大。每月流血必备，卫生棉，还是要暖热水袋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不懂。我的背面写什么？哎、欸，弟弟，我的背面写什么？没有人要去理他。哦，好的，好不舒服啊！请为我吃屎，你是吃屎哥啊？啊，屎巧克力，为你吃屎。好，快点喂我吃。哦，喂你吃屎。里面照在这上面，然后来蓝色的。我要吃了。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发生吗？我吃屎了！报告，我吃屎了！报告，我吃屎了！没有啊！我看到吗？我吃屎是人这样子，可以吗？不是，谁要提示？我。那你要被打啊！提示要打，那我不要。好啦，给我提示。
星星这里有个星星，我都已经被电成这样，你轻一点好不好？我已经被电成很大力了。你解开了。给你一个大提示，你的锁的类型不是密码，不是框架，是感应的。我看得出来啊，不是密码。哎，这个锁没拿，漏水的。锁没拿。会怎样？我觉得我好像白痴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还是猫头鹰，因为猫头鹰也只有我拿过哎。等一下，嗯，你过来。怎样？哎、欸，有声音，我解开了。我可不可以喝一点水？坐好。先胸康，您好。乖乖坐好。他不听你就胸康。哪里买起港款了？他的声音有点甜，我胸不太甜。最后集这样搞啊，不会打开。谁？阿旭，阿旭，有，我听到的声音。可是这样我怎么喝？他在侮辱我。哎、欸，他拿一瓶水来侮辱我，因为我打不开啊。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他又不给我。哈哈哈哈哈。谢谢。给你羞辱。我想吃泡面，哈哈哈哈，有点荒谬。想吃泡面一碗就好了。我觉得我的心境跟你们很不同哎，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像美国片那样被丢在一个小空间里面，然后被绑起来。对，请问我吃？我这个感觉上听起来是英文，听起来是英文。请问我吃屎？感觉是 M 什么的？啊，镜子，一定是镜子。对。你好聪明哦，哪里有屎？先喂我吃屎，先喂他吃，先喂我吃屎好不好？还是这个啊？你过来，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，就直接要不要？要不要打一下？肚子，你去打一下。你去打一下。很可怕哎！我不要碰你，等下倒。什么？所以不是吗？哎妈呀 ！BB， 那边有大一点的镜子，他没有对那边。你们任何人没有问我吃屎之前都不可以看，你们先解开我脚上的东西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解开嘛，我们这个解完就去帮你了。你先旁边吃屎啊。M I C B B B。好 ，M I C 还有什么？解开了。哼哼，好了好了，下一个换弟弟。哎，太可怜了。好了，帮他解，帮他解，你去打一下。我吃屎。好了好了，我打一下。要打哪里啊？打个打脸。不要。好痛啊！哎，是不是被打到很痛？很痛啊！是认真正发火。兔子，你快帮我解。好，你的提示是，其实你要找到屎的东西去帮你解感应。还是那里有一个东西？屎！我找到屎了。那个吗？就是一坨屎吧。对。哦，好过分！真的超过分。找到了，是这个吧？为了你，我打了两下。我把它丢掉。不要再闹我了，让我出来。吃屎哦，喂！开了开了开了！好好好好好，好剩弟弟了，剩弟弟了。室友你还好吗？弟弟。室友。弟弟。哦。笑我笑你走了。数字。弟弟的手，他的是四格数字。真的是弟弟的，这都不然说说看，五角一二三四五六角跟我先解解看，我先解菱形，什么意思？就不知道啊。你先被去打一下，过来吹过来吹，直接被打一下，快点，打打这边好了。又不是你被叫这么大声干嘛？又不是你被电到。打哪里比较不会痛？哈哈哈哈哈！其实是变很痛了。好，没事的。现在你看的东西只有那一块拼图。这一块拼图。只有那一块拼图是关键。就地板，地板就是拼图。为什么每次要垫巧拼？所以要把巧拼拔掉。还是这个会拼出什么图？几个数字？如果最后是你在一派胡言的话，你会怎么求？等一下呀，你说有几块蓝色的啊？因为这边，因为那边也有哎。三八三二。那如果选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他现在是前气筒的话，就是一直拍到。谁？老板他有护光吗？好贴心哦。
我不是跟我裤子那么热，你爱上绑匪了，这就是经济的爱，太经济的爱了，这招你怎么敢这样绑一绑，他又这样子绑我，还有吗？等下这边，一二三，所以下面会有很多巧拼，我觉得是蓝色的下面都有东西吗？有是见习完美小屋，它上面有写名字啊，它拼出来会不会是有吗？一个数字是不是？一个数字，这个是盛源那边。好，哎、欸，到了到了，好了，然后来见习完美小屋小粉红 Ariel， 会不会是5536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数字母的数字就是三个字，五六个字。好，看一下，那怎么样顺序要怎么样？还是从最高的开始，按照高矮顺序什么？六五三。哎，开了吗？开了。六五三五，不对啊，我比小粉高啊。不是，它是这样子下来的。哦。按照这个顺序。对。开了，我们全部都开了，导演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要接下来要去救别人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先弄一下，我想要尿尿。你可不可以尊重这个游戏，尊重这个节目？憋了两三个小时，我真的不能尿了。我们现在还在 keep roll， 然后你说等一下，你们先解，我去尿尿。我先把这里告一段落。好，你去尿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救，我们先救谁？先救妹妹啊，妹妹跟我同一组的。好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位在那边呢、啊。还有一个吗？还有一个最可怜。收银用的吗？被困在这里，是不是很可怜？你这里还有啊？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怜？哎、欸，超可怜的。超恐怖的、欸，我真的超恐怖的，而且我一直觉得很像在一个秘密空间，然后。我真的一直想到那个蓝雨那个两只狮子，我真的一直发寒哎、欸。而且我刚碰它的时候，它怎么抽动一下？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不要动！好，安静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救妹妹。等一下，她这边有她的巧瓶，然后我们那边有我们的巧瓶。刚刚玩了一场密室逃脱。我们那边的提示跟你们这边会相符合，所以我们刚刚已经。解完之后要过来救你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总是在旁边有床，就躺下去。对啊，他的手是密码手，是不是？对，也是数字的。那你是巧拼，那很多地板很多纸的，要翻开看看吗？可是那个应该不是吧？我刚刚附近只看到巧拼而已。苗栗想当年露营到善品堂火锅，到处都有我的那个片的片封面呢、欸。一样的、啊。这里也有虎头。等一下，这里也有。你这个是英文的。你帮我抓一下羊吗？他们会帮我抓痒肚子，好，不是肚子，哪里？你不要动，对，一好，他们很快就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，因为那个来那个箱子的密码是三个，然后我发现它这个是926，然后它这个不同的也是926，所以我们试试看926是不是它密码。哎，你好聪明哦，但是好，不是926，你在一派胡言的话，你会多久？36不是八呢？刚刚这里写104不是？我们现在解开，为什么它的这个片段1042，然后跟这个1042？你去给乔大打一下、啊。我真的假的啦？他们今天反应比较大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开最大，不知道为什么？开最大，这样就对了，对了，这个我就是要这样。刚刚是不是在你的范围看到这些东西？我吗？对，那你就要收集所有这些东西，你就有它。这些是我的吗？然后你看一下你的所有浴室还有什么类型的？你们比较有方向去哦，上下左右的跟老吴一样。浴室还有哦，这个图，是我们上次在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不是。太混乱了，我就先坐着等你叫我。这个很明显，我带的。第一个数字，第二个数字，第三个数字，第四个数字。哦，因为有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。对。那个数字是什么？这样吗？这怎么按？就是这样啊。哦，然后这样啊。那就右左上下、啊。好，错左右上下。左右上下。看了吗？也没有。好，求救，导演求救。又要被打了。再打一下。这一集心理准备。
四个位的方向没错，那你注意一下里面去的地方。哦，台湾的东南西北、哦、山上，这是东部，右边哦，台北。如果从苗栗到台北，应该是往上走，然后从花莲到古关是从东部到西部，等于是往左。从绿岛到台风往左啊，中彰投渔江南，那台南往上。往上，你看地理好差哦。左左上上，左左上上。不会有个制作单位弄一个密码吧？哦、oh, yeah! yeah! ，对，左左上上，好难，好难。好，那救我。数字，等一下，他刚刚这边有一个那个行李箱，行李箱，然后这边有巧拼，啊，不是巧拼啊，这个。等一下，他刚有这个跟我们的那个合在一起，四四六。哎、欸，不用，我打开了四六四。为什么是四六四？因为有四边形、六边形、四边形。好，打开什么？哇，球球。颜色，颜色。这个是红橙黄绿蓝。六四。对啊，一二六啊。好，来，所以是，所以红橙黄，橙黄，橙黄，黄橙黄，绿几颗？绿一颗。那就是一。然后，然后蓝是六，红橙黄绿蓝是第四个是六。一二。我看一下你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刚有一个很乱的纸，老屋。我叫你们灯照一下。刚有一个很乱的纸，推它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字哎、欸，有字、欸。哇哇！哎、欸，这是日文吗？那这个来，这个来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欸，这个也有东西、欸。神奇的是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像那个九宫格一样的东西、欸。有、欸，我看你们拍得到吗？拍得到，照下去真的有东西。那这个呢？天哪，它怎么用的、啊？对啊，他们没有，这没有，就做这样。看镜子呢？照着他要看镜子，一样啊。来啦，你直接去寿司啊！没有，你们没有努力，我没有看到你们出来，手伸出来。等一下，我看他们有歌声。快点！等一下，真的要吗？快点！你晓得吗？你们是三个数字吗？没有，三个数字吗？英文。对，你有发现有这个点？没有，他们在努力。没有了，他们我相信。哎、欸，我们知道大概喽。看看，好好。这边还有个点，这边有。你们不准解出来，我要看他被打。你们知道答案吗？不知道啊，好奇怪哦。那个真的很烂。我们这边还是很认真的在帮小粉红解哦。你丢谁惊啊？是很痛吧？好痛！就把它飞掉呀！然后想听提示，好，提示就是其实这两张只看这两张纸，其实就知道答案了。那有一边是密码，有一边是解密码的方式。所以这边你看，这里只有四个东西可以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可是它有五个字，所以还是第二个就对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应该会是缺 Y 或 Y，U 或 Y。对啊，这里有一点点，这里有一点，那所以是 U。第三个是 U， 然后这个是看这边 G， 哎、欸，好了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，为什么完全看不懂哎、欸？还有一个老虎，还有一个老虎，还有老虎，你们是吹风机？哎、欸，它也是上下左右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按过来吗？哎、欸，这感觉有可能哦，吹风机嘞？七，你要吹纸吗？我不觉得吹纸东西，除非它先碰水。我有吓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有，不见，快不见，快不见，不见欸、快不见！快快快！这里不见了，太厉害了吧！神奇的东西，就那个热小笔，对吗？哇哇，好好玩哦！好酷哦！这个也不见了，好快！这有七一，好酷哦！这个是什么？这里嘞，他刚说我不觉得吹纸会有东西耶，所以他要先沾湿，马上被打脸，打脸，脸好肿，你脸还好吗？刚刚被对打的那个，好肿，好肿，上下左右，哦，一八零五，哦，什么？这里有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是一八零五，一八零五，一对了，开始对了，对吗？好。马来西亚都自助加油，这是我们要出发去东京。马来西亚东京，啊、嗯？再来一次，四个方向。马来西亚都自助加油，这是我们要出发去东京。每一句是代表接下下下下下，怎么样？好，西下，然后西下西东下西下西东下 西東下。下下解开了，恭喜大家通过这个考验，耶！那我们先逃出去吧。
做结尾。我真的好久没有回来了，我上一次来不知道有没有十年呢、欸。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有来过，就跟我们来的啊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带他们两个来过飞牛麦。还有你以前的对象啊？谁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飞牛牧场是通宵很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，应该也是大家唯一知道的观光景点。对，大家都知道哦，我知道飞牛牧场，那你知道通宵吗？不知道。那星星农场在哪里？三二一，南投。哎呦，很快耶！你看接下来怎么接？对不起。好，所以今天真的难得可以回到通宵拍摄，我们真的是到此刻我才知道是回来通宵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也被抓到房间里面，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对，在房间我也不知道是哪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刚刚就已经经过了一连串的密室逃脱，我们逃出来了。所以接下来乔大我们要干嘛呢？刚刚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们就是正义的国际吸血鬼对抗组织。主机对抗主机，我是一台电脑，我是一台主机。不要再笑他了。那今天为什么把大家绑来这边？是因为其实你们八位当中有两位是活了千年的吸血僵尸。那他们知道吗？他们一直伪装成人，伪装成人类跟我们生活。你说卧底吗？他们所以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已经有了。那因为你知道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晚睡，就是吸血鬼去散播。把大家变一只僵尸。好，那回到重点。哎、欸，那不好意思，你的助理旁边笑场。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和平，我们叫不杀人。完全不好戏耶！你让我过。好子，好。大家其实今天的目的就是要靠着关卡把两个吸血鬼抓出来，全部都是个人赛。其实早上分队是骗你们的，今天是个人赛，太过分了吧！我现在可以发挥实力了，要最后一件真脏了。我们总共有四关，第一关赢的头两名，我会给他提示谁是好人。第二、第三关赢的那两个人，我会给他谁是好人，并且赢的这两个人可以猜。哪一个是吸血鬼？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好人，你们说他是吸血鬼，他就会变成低级僵尸。多低级，很变态那种。低级还是一级？低级。低级下流。第四关就一样，赢的那两个人可以一次过讨论出猜两个谁是吸血鬼。第四关可以两个。对。肚子痛，你是不是在放空？没有，我很认真。所以好人如果变了低级的僵尸之后。他就归类成吸血鬼的那一方。如果玩完四关下来，吸血鬼没有被全部抓出来的话，吸血鬼就赢。我想知道吸血鬼知道自己是吸血鬼吗？当然。现在已经知道了。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，你那句话有鬼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因为是好人，我才问出这句话。因为你很常看 Running Man， 所以已经知道了。解释太多了。对，我觉得不讲话一定有鬼。对。我不知道现在怎样啊。讲这句话才可怕嘞。我相信你。对不对？我相信你。啊，好可怕、哦！你们这些心机都好重哦。好烦哦。那我有个问题。那早上视讯干嘛？没事，没事，就只是跟大家说早安，就想看我房间。早上视讯，因为要拍两集。那我们正式去第一关吧。耶、yeah! ！你有需要在最后一集这样分化我们？没有，我们应该会是个很感人的一集，就让现在大家戏都很足。你看那个眼神，我们都不怀疑，我们都怀疑对方，好像都不压力好大哦。你为什么压力很大、啊？因为他是吸血鬼。你有病哦！因为我最不会玩这种狼人杀的东西，我最不会演戏。兔子怎么样？很恐怖啊！因为我们这里面已经有鬼了。如果你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演戏？已经知道，不是啊，你就做自己看。哦，你怎么在颤抖？来了，抓到了，我抓到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坏人也要演好人。对啊，那你就好演戏啊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在演好人啊。你刚刚抓到。他说，因为我最不会玩这种要演戏。我说你是好人，因为狼人杀就是要演戏啊，要演来演去啊。就是因为坏人才要演啊。你是坏人嘞。我第一次觉得我很轻松，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就好了，不需要去做。那就是坏人啊，坏人就是坏人啊。没有啊，我做自己我是好人啊，我就不用演好人。抓到，我们现在直接投票，抓到。会不会太容易？导演，我们要投票，我们抓到，直接杀了。哎，你们两个这么积极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有问题哦。哎，我真的没想到。坏人已经知道他是坏人了，你们这群人。那大家也快点，你跟我说，我拿鸡腿给你吃哦。快点，你很饿对不对？你坏人嘞。我们今天的中餐是飞牛牧场的便当跟飞牛牧场的鲜乳。以前来这里最期待就是喝鲜乳，而且它有不同的巧克力口味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原味的，好喝吗？好喝，现挤的，很香。现挤牛乳，
这么厉害，但它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勾很浓。对对对，它是稀的，但是很香。哦，真的是特别香哎。对，不是勾勾的那种。不是啊，我们刚刚有任何一个 moment 是有办法，导演组可以跟他讲是吸血鬼的吗？现在少哪两个人？谁？弟弟？不会是弟弟跟小粉红吧？弟弟跟小粉红，他们去哪里？他们去哪里？红刚才讲话怎么打的？这是一场充满猜忌的饭局。大家好。第一关的玩法就是你们八个人在房间里面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一个人要轮流去桌上面抽陷阱牌去进行任务。你们可以做任何事让其他人发出声音，那最后淘汰剩那两个人就获胜。如果有人发出声音，就要去外面接受变装惩罚。好可怕，厉害，这么快？你刚刚这样一讲，大家都不讲话，大家都不敢讲话。对啊，你看我们装也不行。嗯，然后你的能量，他第一个淘汰，他第一个淘汰。如果你已经变装又发出了声音，你就正式淘汰。好，哎，那笑也不行吗？你只能微笑，你可以笑，但发出了不能来，不能发出声音的笑来。大家的规则都懂了，这个游戏在很多节目都玩过，但我觉得你们玩应该也很好笑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这有什么话敢说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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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十秒。哎，弟弟，对，请出去。这种变装都是我啊！真的很适合你耶。有吗？这个剧他们忍不住的啊！字超大颗啊！我已经无所谓啊，上次皮卡丘我还有在怕什么？大家，我先欢迎弟弟回来。
这是什么？你跟我讲这是什么？我刚刚有发出声音吗？我有吗？我只不过这样有发出声音吗？没有嘛。丑。鼻影。有点白色。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家也是？我自己加强。等一下啊！笑屁哦！笑屁哦！你笑吗？我进去就不能讲话，对不对？对。史上最安静的一款游戏。那个是啥？OK 了，好，
恭喜这一局赢的是室友跟 Shine， 好笑哦！而且刚刚是有我妈是吗？对对。然后小珍珠奶茶也来了吗？珍珠，珍珠，珍珠，我吓死，他们这样很吓到，我真的心服口服哎。阿勋的喷射特好笑，喷射超好笑。好啊，那这一关就恭喜妹妹跟室友。OK， 辛苦了，所以他们可以获得提示。对，那辛苦了。说不定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也是。那他应该跟我们讲啊，他应该跟我们讲说。有化妆的我们来拍照，但是他有可能。大家可以不用这个妆，讲那么严肃。他有可能喷漆，还有我这里每一个人都长得很可怕。母亲大人，你来干嘛、啊？什么事情？我来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他刚刚走进来，我真的认不出来。我刚才认不出来。谁？我刚是近看的时候才看得出来。我说谁？是谁？是我们的人吗？现在给你们一个提示。好的。好人是跟你们住在一起的。就是我们家的人啊。好模糊哦，我也是好人，我也是。哦哟，有头绪吗？好，你可以瞎猜。如果只有一个的话，我会觉得是老人。你说他是坏人还是好人？好人，不知道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排一个很，但也不一定，因为他们知道老吴会玩狼人杀，所以他们可能会排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去当这个角色。可是恩也很厉害，恩超强的。不懂人。你怎么会穿啊？为什么你 always 抽到最恶心？最讨厌频道里的谁给我两个名字？穿长啊！应该每次跟女朋友。哇！在厕所垃圾我了。恶心，就是走心了。哇！头发啊！还有他。还有谁啊？还有他。大医师，你们好了没？等很久了。好了好了，快一点，我们要开拍了。我很大牌的。好了，没有人大牌想做、啊。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造型师超爱帮艺人弄那个发尾的。这样。好了没？好了没 ？OK OK， 给电风扇准备好了哈。Get ready。三二一，来，让我们来欢迎张惠妹带来的这首《姐妹》。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今天张惠妹嗓子不太好哈。更多人，我被你泡了戏哦！电棒卷，先借我电棒卷，帮我拿来，我要烫他的嘴，我要当你这口咬住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肚子是有什么开关被打开了？他只要戴上假发，他就会开关了。这是我的开关，对 ，switch on 了。笑死了！这是珍珠拿哦，好可爱哦。珍珠露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跟奶茶在哪里？好啊。阿咪在哪里？嘿，家真的会录哎，太可爱了。弟弟，对弟弟，你下次可以帮恩拍了。他是对啊，好不好？你以后长大帮恩拍。好的。啊，你拍奶茶，你拍奶茶。好的。跳票吗？他笑妈妈，跳票吗？你去阿咪那边，好可怕哦！来，姑婆亲一个。姑婆啦，笑到。姑婆，姑婆抱抱你好不好？我问一下大家哦，我其实本来还有安排一个节奏游戏，但是我本来是蛮担心会 lag， 所以玩不好，就是一个节奏游戏。反正现在我们分级也算出来了，那我觉得既然安排这个游戏，不如我们试玩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类似那种菜园、动物园那个，那顺序我们不如以身高来分，谁是最高的先？拜托，那你现在在侮辱人是不是啦？我就问一句，你现在在侮辱人是不是啦？我们可以最矮的先、啊，可以最矮的先、欸，最矮的不是我，是室友最矮，谢喽。你还是在侮辱人，你以为？这样大家会知道我弟比我矮哎、欸。肚子虫虫老吴，然后。我妈得罪了，我妈得罪了。自己讲出来，还好好讲话啦。应该是我。我吧，我166，妹妹先。哇，这样大家会知道我弟比我跟我妹还矮、欸。
这样大家也会知道老吴比悬崖哎、欸，没有，比悬崖好不好？我弟的头脑已经坏掉了。然后第一句是，哎、欸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你是做什么的？好难哦。哎、欸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难哦，好吗？好，首先第一个人呢、啊，说完这一句之后，做什么？他就说一个职业给下一家接，比如说杜子先，哎、欸，我是做什么的医生？那下一家就要说医生会说的话。欸、做什么的？会说的话，太难了吧？比如说医生就要说哪里不舒服，我帮你打针喽，或者是哪里不舒服。好荒谬，好荒谬了！哦，来帮你打针了。这个说完，你就要再说一个职业给下一家接。啊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五六七八七八。哎、欸，你是做什么的？空姐。Coffee tea or me？ 电视维修员。哎、欸，你的电视修好了哦。工程师 ，report 给我，老师，哎，国文课上课喽 ，AV 女优，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喽，厨师，给我面喽，护士，来打针喽，阿勋，我以为你可以接得很好，好，不然再一次啊，不然重新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 ，AV 女优，一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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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日本店员打锅咬妆，从头到尾打锅咬妆，全面特价。